位处偏远地区的宝龙国小，校地面积仅有7000平方公尺，属于偏乡小校，是当地孩童重要的学习场所。在一场风灾肆虐过后，就学孩童人数锐减，校方被迫要减少班级数量，甚至还面临到了废校危机。大概有最多曾经有3、4班的学生，那现在因为在88风灾过后的话，那学生数呢已经应该讲起来是急速的下降。啊，我们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的话，都是很多都是阿公，就是隔代教养的比较多。那因为在88风灾过后，家长的等于说他们谋生的那个工作比较少，所以相对的就是都离开这个社区比较多。宝龙它最主要第一个是我们宝龙里，然后另外还有一半是大田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我现在所看往上面看的那个山头，那就是大田里，这是我们的学区。现在学校有17位小朋友，就是每一个年级大概都可能，我们现在最少的有1位，那最多的现在有4位，一个班级有4位。为了让校园恢复往日荣景，学校结合社区发展出一套独一无二的特色课程，那就是在校园内开辟了一亩水田，让学童参与插秧、种稻、收割等农务，学习栽种以及友善土地。有问各位小朋友，我们什么时候种的这个稻田？什么时候种的？哦，您等于您都开始要复习啊哈！小朋友，你有看到校长手里拿的这个是什么？我们看到是猪鸟，这大长的，这大长的草都没看过。这个长眼金猪，它在外面很多了。那唔免惊啦，你莫来伤害就好啊。哦，伊是只原住民。好吃哦，好吃哦。我也要摸。这个是它的食物，那食物是那个蚱蜢。农田里面的生态呢，有各种的，像一些蜜蜂啊、蝴蝶啦、啊，还有蜻蜓啊，那还有一些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一些小瓢虫之类的东西。好，那这些呢，其实在一个生态环境上面的观察是非常好的。哦，小朋友他们很喜欢哦，因为种稻子是比较没有那个，他们我们拔草施肥去采的话，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好啊，一到那个像，但是稻田呢，它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就不让小朋友下去了，因为稻叶呢，它会割人。哦，如果你下去的话，碰到那个手啊，那个就会有类似说那个什么过敏的现象，我们就没有让小朋友下去了。那像那个玉米田的时候，我们种玉米田的时候，那小朋友就会下去，然后那个玉米田呢，它有很多的那个毛毛虫，小孩子都还会去抓毛毛虫。我们会叫他们，我们也叫他说，你要注意，有一些毛毛虫有毒，有一些毛毛虫没有毒，他们就知道有纤毛的。刺刺的那个呢，他们就是有毒的，有纤毛的，所以我们就跟小朋友讲，你不可以去抓它。那没有纤毛呢，是平滑的，他们会去抓来玩。因为我们孩子没有什么玩具可以玩，所以他们只有玩这个东西而已。我们等一下分配好，没关系，没关系。有人站这边，有人站那一边。来啊，教你歌，很好玩的。我来，一路安尼刮起来，好玩呢。来产生不同的学习跟兴趣，所以在3年前呢，我们就跟学校大胆地提出了，在后面这一块绿地上有没有可能可以变成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体验农场呢？那当然就像大家看到很顺利的，就包含名字、包含整地，我们
全校跟社区一起来进行这个幸福农场的建构跟完成。两只赶快把它穿戴起来。先等一下哈，先等一下。没关系，每一个人都戴一顶。我戴好了。那本来小朋友在耕种这一块呢，是到外面。那我来的时候是刚好发觉到说，我们操场前面就旁边有一块地，那一块地也还不错。我们小朋友也不用就是再拖到外面去，有时候你要观察、要记录、要学习这个，就我们到外面去就有安全性的顾虑。因为我们人数少，我们也就是把它拿到说学校来，我们开阔一个这个叫做幸福农场。那开阔这个幸福农场以后，我们在这边耕种，然后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观察，就近观察，然后记录。好，那像我们在下学期有种那个玉米，这一个我们种玉米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它在成长的期间既然可以的平均一天可以长到七八公分。这个是小朋友他们也想象不到的，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有去做一个记录，注意说怎么长那么高，他们自己真的会吓一跳。来讲这一亩田呢，其实当初的起心动念很简单，纯粹是我们的农事体验这一个课程活动，其实进行了应该至少有十年了，但是以往的农事体验都是要到外地的农地里面，这个就会有交通上的问题，还有孩子接驳上的问题，那包含在活动课程进行当中的观察，也都会因为场域的限制而有所可能比较难调整。那这个后来我们也觉得说，那学校因为人口越来越少，那学校刚好有这块绿地，后面的这块绿地，我们就想说，跟学校讨论一下，有没有可能把这边开辟成我们学校的幸福农场呢？那就非常顺利的，也得到社区民众跟学校的支持。那我们真的就把它建构完成。那让大家的对于学生或老师对于农事的进行啊，或者是平时在课间或课后的观察跟记录，都可以让大家可以是更就近。透过这样的特色课程，不但让孩子们可以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就因为水田是存在校园内，还可以随时随地的记录作物成长，以及观察田野生态，甚至还请来了耆老经验分享。我要进来，我来。妹妹，你换哥哥来。欢迎。好，叫哪个呢？安尼就对了。对啊，对啊。这一块其实知识上我们是一定是会很重视的一块，但是这些知识不会只是说我们网络上搜寻得到的知识，我们还会邀请社区的一些耆老长辈来把他们这一些田间照顾还有他们的一些经验传承，也会来跟同学们经验分享，像早上举行的收割活动就会是这样，包含扎稻草这一些，可能我们在网络上很难可以进行去学习或者是观察到这些很生活的东西。对，说真的，农事我们是门外汉，我们也是经过每一年这样不断的进行调整，一开始当然是我们都会广邀各地区的对于收割或者种稻有经验的农民们，把他们的这些经验转化成我们可以跟学生交流的语言，
来进行这些，那我们把流程越来越顺，然后我们尽可能的让学生体验到的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东西，我们把古早长辈的智慧再找回来，让大家可以真的是知道说米怎么来的。这块田是从无到有，但是我们的农业的方向、友善土地的方向，还有让社区跟学校的连结，这一块是我们一直在进行的，只是我们把场域从外面的农田拉进到校园，对，然后也可以让社区民众、长辈们可以进到校园跟学校有这一些交流。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更希望学校社区化还有社区学校化的这一概念一直不断的应该说它一直不断的进行，它就会让社区可以变得更融洽。已经被现代化机具所代替，需要以人力驱动的旧型打谷机摆放在水田的一角。孩子们拿着刚割下的稻米，体验旧时代收成的不易。在农活结束后，大家一起享用割稻饭。曾经参与种稻的 PUD 女团也捎来祝贺影片，一起参与这得来不易的收获时刻。刚刚那个 PUD 那个天团有没有？是几个女生？4个还是5个？实际上我们自己收的米很少，好，我们自己收的米很少。我们第一年我们收五十八斤，第二年收72斤，今年第三年我不晓得说会收多少斤。那五十八斤呢，实际上我们还要再乘以大概零点八，就是白米，再乘以0.8的，大概就是人一般的人家在算，再乘以0.8，那算起来的话，大概也没有几斗了，大概2-3斗。啊，2-3斗，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呢，大概分，好像是大概300克吧，300公克的，每一个人都一小包，啊，我们老师也一小包。实际上我们的量真的非常少啊，啊，我们还是都有的话，我们就分给小朋友啊。最主要我们就让小朋友体验啊，自己耕作、自己收割的一种快乐。除了水田之外，学校在提升教育成效方面也是不遗余力，透过增设许多特色课程，让孩子可以在一般课程之外，透过游戏的方式快乐学习成长。因为我们少的话，我们就要找自己所能够发展的东西，像我们跟爱乡一起合作的石农教育，那还有除了石农教以外，我们还有一个那个艺文生根的活动，那也成本就是那个外界有一些那个文教基金会也会进来协助我们。那像我们今年在2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曾经也有展览一个叫做万望先辈展，那这个展览呢，它是就是黄公望的一个书画展，那刚好搭配我们学校的书法老师，他在这一块也是可以连结的，他也跟我们老师还有小朋友来介绍我们这些书画，这个书画的东西，这些内涵。那我们是想说，从小孩小的时候，我们就会建立小孩子他们一些艺术的一些能力，然后让小朋友呢能够得到一些基本的，然后未来他们的发展会那个扩大去发展他们的才能。早上收割活动才刚结束，下午紧接而来的就是音乐和书法课程。在老师用心的安排设计之下，学习过程不再枯燥乏味，每个孩子专注聆听，然后亲自动手操作，让课堂上不再是只有老师的教课声，而是充满更多孩子的欢笑声。记得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农书法课，不是有一个课叫做不一样嘛，对不对？是用很多的白
材料，食材，对不对？来写字。那今天呢，我们就用这个讲写字。今天呢，因为早上我们是在那个就是收割啊，收割完之后有那个稻草，然后之前我们其实学校一直有儿童书法班，我就利用礼拜三的下午，然后呢之前也有做过我们像那种完完全全不让他们拿到毛笔，哦，不拿毛笔，然后的书法课啊，上了差不多有差不多七八节，哎，那因为这次是收割嘛，然后我们之前有做过我们不一样，就是不要用毛笔字，用各种，比如说像那个餐巾纸、石头、竹子，然后来写字。那今天因为刚好早上是收割，所以用那个稻草来写字。其实，我觉得不是说一定要上什么样书法课，因为说实在的，现在的社会小朋友基本上对于书法这个东西，它是很冷门、很冷门。才艺的话，他如果在外面小朋友在外面学才艺，如果真的时间不允许的话，第一个我相信一定就是删书法。所以呢，我们在小学的基础教育，尤其书法这一块，我希望做的是让他们认识书法，就光认识就好，我觉得不一定要喜欢这样子，哎，所以我才会利用各种媒材来吸引他们。不然的话，如果像一般市区的学校，他们在训练写书法的小朋友，大概都是坐着，然后老师写什么体，你就跟着临摹这样子，是很安静的。因为这边的小孩子偏乡，其实都，会比较调皮、好动一点。所以必须让他静下来，那就是要让他动手做这样。好，那你沾，比如说我要做一些效果，那我可能沾这个，然后呢加一点，滴，好，流量，水嘛，好，水，哎，不水，调和哦，调灾哦，哦，调灾，像一个女生这样，嗯，好可爱，红，哦，不要再来一个大爆炸，你会怕哦？对啊，上次那个上次那个大爆炸，酷，害怕，老师你落架了，我真的能吓到吗？对，能吓到。其实我当老师的历程来讲，我习惯跟同学学小朋友之间的距离是零距离，就是平常他也可能直接就叫我小雨老师这样，是有时候甚至老师也不讲，就下课之后，比如说像今天礼拜四，今天应该下雨了，如果没下雨的话，晚上有夜市，遇到也是跟朋友一样，哎，然后因为刚好上次示范的时候，示范这边写字，然后呢，我们大铺那个垫布就直接在地板上，然后写的时候是写大字那个字。一个字大概有差不多哦，差不多就两公尺那么大，然后写一个大字，然后我最后就是会写他们刚好蹲在旁边，然后不经意当中我就啪啪啪，然后就喷出墨汁来，然后就吓到他们，所以我今天在写的时候，我故意看着他们，就让他们小心一点这样子，所以他说老师不要跟上次一样，因为有些人上次就喷了整个脸都是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玩，对，书法课就是一直玩啊，因为你说真的让他坐在那个地方，现在小孩子没办法。这个课程就因为其实那个是算是杯子歌，是算是比较节奏类的。好，那因为刚好最近有在收割嘛，他就刚好想到这个稻田里面那个青蛙鸟叫啊、虫鸣啊，就会有那个节奏的起伏啊，或者是音高也有不同的变化。那我就想到一个杯子歌。好，那这个其实音乐课里面我带很多这种律动的游戏啦，那这是其中一个。对，然后因为杯子歌是很多那种就是固定的节拍，好，可以训练小孩子的这个节奏感。那这个酒瓶的话，就是因为这是我突然想到的，就是也是音高。那我在想，因为学校也没有说，就是有这种类似这种酒瓶的这种乐器，好，那我就想说可以利用这个废物利用嘛，就把它拿来，然后装水之后就调这个音高。那小朋友手就是敲敲看，那每个所以可以知道说这个水位的高低呢，就可以造成这个音高的变化。对，那这是一个
音高的练习。那其实这个排列呢，都是照着那个钢琴键盘的哆来咪发嗦去排的。对，那也可以顺便让小朋友比较熟悉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的高音的这高低音的位置，其实只是让他们知道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有音乐的。好，你的酒瓶也可以变成乐器。好，那下学期我是准备说拿那个也是废物利用，拿那个大的那个水桶，好，然后拿来当成那个爵士鼓。好，这是我就是下学期准备要做的一个活动。那会做这个活动，其实是因为其实音乐课我比较希望的是可以给小朋友更多元的体验，好，不是说只有课本上面认识音乐家，好，听听音乐唱唱歌。对，我只是想要带给小朋友更多的不同音乐体验这样子。因为其实今天是三四五年级一起上啊，其实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每一班都有每一班不一样的规则。今天可能因为大家在聚在一起，所以比较会吵闹这样。那如果说学习比较慢的小朋友的话，音乐课堂时间比较多，所以我会讲完一个段落之后，然后我就说让这个已经学会或者是比较熟的小朋友，然后去教分组，啊，比如说这个教这个，这个比较会的教学习比较慢的，然后你把他带会之后。然后我们才会在一起做这个团康的活动。其实我看这宝龙它是应该说是小而美，只有学校以校园来讲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然后再加上我们学生人数也比较少，那学生小那有小的那个 特别的地方。那像 我今年在学校里面呢也又重新规划了我们的操场，我们操场呢准备要做成那个就是 草皮跑道，未来我们的操场呢不是 PU 的，我们是一片绿油油的草皮。那你在整个视野上面，整个环境教育上面的话，你会感觉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景观出现。偏远小校不因小而荒废教育，也不因偏远而妄自菲薄。透过有别于其他学校的特色课程，让学童可以获得更多在课本上所学不到的经验。在学校力求翻转的同时，也翻转了孩子们对于学习的态度。我想我们学校里面我现在就把它定位叫做那个幸福农场快乐学园。那孩子一定就是能够学习一些快乐的东西能够带走，但是最主要我们学习这个快乐这边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要给他们。好，那我学校未来的发展呢，主要有三项。一个是我们的食农，那食农的话我们希望说小朋友能够去友善对待我们的土地，对待我们的环境。然后第二个呢，我学校明年开始我会推动这个草皮跑道，我们的跑道会变成是一片绿油油的，操场会是一片绿油油的。那我们在这个草皮跑道呢，我们是也是融入在生态里面，这个是要，因为我们草皮如果是那个我们的操场的全部是草皮的话，那学生在上面进行活动会是比较安全的。还有艺文方面的话，我们现在学校推动的是以书法，还有现在有一个请一个画那个插画家进来，艺文生根的绘画方面的。好，这是我们在这个学期以书法跟绘画为主。那我下学期呢，我们可能还会再往音乐那一块去让小朋友呢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我们人少，我们等于说全部的人都要一起学。那一起学的话，有些好，有些能够学得比较快，有些可能学得比较慢。但是我们在办教育的话，我们希望说，今天只要有学生有学到一些东西，那有学到一些能力，未来他们能够带的把这些能力能够再往上带。那如果说他们就长大了，那我想这些能力从小把它打好基础以后，未来他们这些能力一定能够去发扬光大的。就目前在假先生来讲，在宝龙国小，把农田带进学校来，
一个是让学生可以更方便，更有更造就近的场域可以学习之外，其实是也想要让更多的居民家长可以来共同参与。我觉得家庭跟教育这一块是不可或缺的，谁都不能够缺席。那这个我们尽量是在思考说，怎么样把我们这样子的体验活动，让更多的民众们可以来跟孩子们做一些陪伴跟学习。